是在今天开会之前的话，把我们在两个会员群分别收集的朋友们关心的问题都收集了。刚才在会前呢，我也跟大哥快速的沟通一下，实际上今天您要讲的问题都覆盖了。对，基本上都覆盖了。都覆盖了，对对对，所以那我们就安心的讲。那么今天呢，感谢各位朋友们在我们的房车录音群里头的积极的接龙。那么下面呢，您的这个问题呢，带着问题来，然后带着答案回去，那我们就有请这个 Peter 大哥来开始今天的讲座，谢谢大哥。好的，大家好，那个我是老郭，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给大家交流一下关于房车的一些基本知识，以及开这么多年开房车出去玩的一些经验或者一些教训。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留言了。其实我是最早怎么就喜欢上房车，就拖着房车出去了呢？是因为在加拿大，大家也知道，尤其在多伦多，冬天很冷，就是也比较长，所以我其实最早开房车出去是为了当雪鸟，就是避寒，因为每年冬天呢，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确实太长了。然后想想怎么办呢？最早就开始每年呢，就是到加勒比海度个假呀什么之类的，发现还是这个冬天太长，就后来有人说是可以到佛罗里达那边去度假，待的时间长一些。就想当时呢是想就说去佛罗里达租个房子住几天，住个1个月或者2个月，发现呢租房子很难租。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是带着我的狗，那个我能看上的房子呢，人家都不让带狗，那个允许带狗的房子呢，我实在就看不上。后来才是听到有人说是可以自己弄一个房车去，最后我就想，那我们就买一个房车去吧。然后我就实际上大概几年，7年前就买了个房车，直接就拉到那个佛罗里达去了。哎，去了以后发现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那一次去了在佛罗里达那儿待了2个多月，然后就把佛罗里达那个地方各个地方，我通常是在这个营地里面，比如说在奥兰多那儿待个20天，再到迈阿密那儿待个20天，再到其他地方也待个20天，这样来回游玩，哎，发现很好，又经济又划算。就是房车，只要你待的时间长的话，你就会经济很划算。那么我就然后就喜欢上了，喜欢上发现也很好，夏天呢也在这面各个地方去玩了。所以在自己这个年龄越来越大了，然后就玩的越来越多，也就基本上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了。我知道很多朋友，因为我不太清楚大家对房车有多少了解，就说。我有房车，有多少有房车的，还没有房车的，所以我只能把大家当成从基础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房车这个情况。也许有一些人知道也没有关系了，我们就作为交流了。其实房车呢，大概是就是在北美这面实际上很普遍，很普遍了。因为有一个调查，就是说是在美国这个大地上，大概有1000万辆房车在跑，已经。那它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从房车的种类来讲呢，我们说还有2类的房车，一类呢就是叫做自行式的房车，就是它不带发动机；一类呢叫拖拉式的房车，就是说你需要一动力车去拉它。那么自行式的房车呢，里面又分 Class A、Class B 和 Class C。大家都知道那个最豪华，经常会看到的。其实你要如果是冬天，你要去佛罗里达呀，或者到阿尔庄呢那些去加拿大的雪鸟啊，或者美国北部过去的雪鸟，绝大部分是开的可以的，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是退休的人士，是以这个房为以房车为家的人，所以他需要住的舒适又好一些。现在的 Class A。尤其是最近10年的 Class A 的房车的发展呢，也非常好。最主要的大的发展就是多出来了很多的 slide out， 就算你这个房，别看就像一个大轿子车这样开出去，等它出去了，现就说像最近2年 Class A 的，几乎都会有3个到4个 slide out， 就两面都会，
生出了以后那个空间觉得非常的大。这个 Class A 里面呢实际很多的豪华豪华的车，我大概这样说吧，就是在 Class A 平均的价格大概普通的价格是应该是30万加币或者30万美金左右了，就是有低一些的，有高档一点的，但是确实有很多的那个很豪车，那真是像那个S 级的豪车。比如说我们加拿大有一个品牌叫 Prevost， 就 Provest， Prevost 叫 Prevost， 是魁北克生产的。它的这个 Class A 的房车呢，起价是200万美金，就是起价相当于300万，比我们普通人的房子都贵。当然这是为特殊人群做的了，我们要去追求那么多。通常呢大概30万左右到30万就可以买下来。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小一点的，就是 Class B。 这个 Class B 我大家如果在中国以前待过的话，就非常像那个以前我说的像依维柯国内那样的，就是一个高顶的小的一个 van， 用这个 van 的底盘组那个改装的。哎，我顺便说一下，那 Class A 的底盘实际上都是用的大 truck 的底盘，大的拖车大 truck 盘做的，因为它的重量要支撑很重，它也分柴油和汽油版。那么这个 Class B 的呢就是 van 这个来改装出来做，它通常呢是为那些就是有很多老人，比如说年纪很大了，如果上了75、80这样的，就开大车的身体状况支撑不住，然后他就希望开一个这种小车，他们会买这样的。另外一种这 Class B 的用户呢实际上是年轻人，就是喜欢这个房车玩的年轻人，他就直接买一个 Class B 的车代替这种日常生活的车了，他又可以日常上开这个车，又可以出去玩。他的大概长 Class 长度呢通常是在30到40英尺的长度，很长。那么 Class 呢通常大概10个 feet 之间，就是一个小地方停车也方便，那个也省油各方面的。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大家如果有租车行去租过的话，就是叫做 Class C 的。 Class C 的呢通常它的底盘都是用皮卡做的，就是用350福特的350或者450改装的，或者它这个级别了，当然既有类似于这样的，它也有的厂家是用 GM 的来改装的了，有的用福特来改装的。这个 Class C 呢确实很好玩，它比 Class B 呢要大，它通常大概是在30到35 feet 之间，25到30 feet 之间，就说过了35以后呢，就叫现在叫做 Sub Class C， 叫 Sub C。Class B 呢，本来是想抢一个，就是 Class C 本来是想抢一个 Class A 和 Class B 的一个中间的一些客户。其实作为一个那个房车厂家来说 ，Class C 这一个并不成功。原因是，就是说，如果是完全修了的，想把房车当家来用的人呢，觉得 Class C 呢又小了一点，因为这个时候他当家住嘛，就觉得越大越好，越大越好，越方便越好。因为有很多美国的这种退休的人呢，就把房子卖掉，买一个 C 的车，就在这个美国各个地方到处跑。那么如果他要退休了买个 Class C， 他就觉得稍微一点点，不够大。那么对于那个年轻人怎么呢？他又太比较大，又停车也不好停，就是高不成低不就有一点。现在所有的房车公司呢，就正适合房车公司，因为房车公司是租房车的人是觉得我能住的人越多越好，因为他并不强调太多的舒适性，因为他这么租嘛，就是你只是住几天而已。
所以租房车的公司大部分都是 Z。 那么最近几年呢，是有出了一个叫做 Super C， 它是为了这个它是通常是用福特的550或者650的底盘做的了，它动力非常的大，拖动力，它是为了有一些爱好又想玩房车又想玩船等等的，它就后面呢会拖一个船啊，拖一个其他的东西，为了它的拖动力而做的。这是所有的 motorhome， 其实在整个房车这个领域里面呢， motorhome 呢大概占总房车的使用量的可能只有10%几，那么剩下80%几，将近90%呢都是拖拉式的。原因是拖拉式便宜，说穿了还是便宜的话又能玩，那么就好得多。那拖拉式的里面呢，实际上有五种了，因为有两种呢对中国人来说实际上用的很少很少，我就不做介绍了。一种是 toy hauler， 就是作为除了拖拉这个以外，后面还有个门可以打开，它可以摩托车啊，装 ATV 啊，就是那个门放下来以后它可以直接上去，也可以直接开上去直接开下去。后面呢就是像用美国人的 话说，就是那个 toy hauler 呢，就是把房子的 basement 也装到了房车上。后面呢有一块是不放东西，就是空的，然后地上呢它有很多绑的钩子，就是说你的摩托车上去以后它要拿绳子把它绑起来，绑在那个上面的上面。那么我们说这个拖拉式房车的第一个种类呢，我们叫它标准式的拖拉式房车，就是 travel trailer， 就这样。其实 travel trailer 呢这个面非常非常的广，大概整个的已经70%多的整个的房车里面是 travel trailer。 travel trailer 呢有小的有大的，从小到1000磅开始，有大到10000磅，也就是说有 compatible， 有很小的，就是用小的 S 就可以拉的，也有一定要这个150或25上才能拉的。你想要10000多磅的话，它是就是需要一个皮卡才能拉得动。所以这个车里面呢，要分我们叫做紧凑型的，要舒型的，然后有豪华型的。大概如果你家里面没有皮卡，通常如果 SUV 的话，也就是在这个里面来做选择了。这个 travel 呢，它就是所有的这个叫做拖拉式房车呢，和自行式房车比起来，它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需要一个动力车去拖它。如果你想买一个稍微大一点，如果我现在家里面又没有大一点没有皮卡的话，就需要考虑是不是需要再去花钱买一个皮卡，因为等于你要买两份钱拖这个。如果你家里有皮卡，需就是家里日常生活中也用到皮卡，就存在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你就需要两份钱了，这个就确实是一个大家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现在很多像紧凑型和这个舒适型的房车呢，基本上 SUV 就拖得多。比如说我看刚才有一个朋友在问，说是凌志能不能够拉一个小的这种 travel trailer， 这个呢我就不知道你的凌志是什么，是小车呢还是 SUV。 凡是 SUV 应该都可以拖一个小的 trailer。 就你看这个拖，我的建议看你自己的车后面有没有那个可以装那个挂钩的那个接口。如果这个车上面本身就配有这个挂钩的这个接口，那你就可以拉一个 trailer， 只不过是这个 trailer， 只不过是这个小房车是大还是问题。如果你没有配那个接口的话，我就不建议你再去改装配口了，因为你那个车就没有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设计它为拉服务的，因为那个接口呢，实际上它固定在你车的底盘上的。如果你干了的话，强行的去做，会有以后会有危险性了。这种
就是说 SUV， 像我最早的一个房车呢，实际上是用我的当时一个奔驰的一个小的 SUV 在拉的。当时我的那奔驰呢，可 ML350， 当时它是能够拖7300磅，然后我买的车呢是5000磅，所以我就一直拖着它到处跑，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凌志的这种如果是 SUV 的话，我知道至少能拖5000磅。现在有的这个小的这种 trailer 呢，大概实际上只有1500磅，就最小的有1500磅，所以你就是肯定可以拖的，只不过是你要测试，确实需要去查看一下到底你能多重。那么在这个托拉斯里面，第二个呢就叫做第五轮的房车。第五轮的房实际上这是一个专门为房车，就是为这个拖的问题，解决拖拉问题而专门设计这款房车。大家知道这种房车呢，除了你能不能拖以外，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拖后它就变长了，你的驾驶的难度呢就会提高。难度最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你长了以后你拐弯啊各方面的都会出现一点的问题，你需要稍微注意一点。另外一个呢是你推了拉了一个这个后面的房车以后，它车会摇摆，虽然有一些设备你需要增加了，能够减少一些摇摆，但是它还是会摇摆。这摇摆如果你处理不当，我只是说处理了，通常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是说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另外一个就是在如果你在大风的环境下，如果你要就是很快的情况下，你要再强行的开这个车的话，它会风吹的那个后面会摇摆一排，也可能会出事儿。所以凡是拖拉房车走的，建议就是说如果风速超过了50-60公里以外，因为你要确保要拖拉走的时候，你会通常看一下，如果是有大风，今天这个天气你就尽量不要去开，因为它风吹的话可能会有摇摆。另外如果它开的话，你就会知道有一些特别的那种山区，比如说你要去从这儿要往佛罗里达走，会跨过那个 Smoky Mountain， 就是大山或者是叫大烟山，美国的那个，它就有的那个小沟过桥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叫做 ghost， 就这种怪风，我们叫阵风，叫什么？就是那个它那个桥以前面呢会给你洗，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这种突然的一种阵风，还是叫切风，叫什么？突然一股的横向的一股风来。你要看到这个你要减速慢点行，就是说这种阵风来了呢也会对你的房车会有一点摇摆，会有一点。那么为了减少这个摇摆和拖拉的总长度，这个房车公司呢就设计了一款这种第五轮房车。这种第五轮房车呢，你看它的长度和这个可以和这个就是这个标准的拖拉的房车一样，就是它里面内部空间长度一样的情况下，它是放在皮卡的后面的箱体上面的，固定在箱体，所以它的总的皮卡加那个房车的长度就会缩小了很多，所以你驾驶的难度呢就会小了很多。另外一个，它是放在它体上的，那么皮卡的承重呢就会很稳定，因为它不是挂在后面一个点上，你要挂在一个点上呢，它会有翘头的现象。它放在了那皮卡的箱体上，所以它很比较稳定。另外一个可以看到，那个皮那个五轮的那个挂钩呢，是一个小的圆的一个平板。它的好处呢，就是减少了这个摇摆。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普通的 trailer 呢，就是个那个挂钩是个圆球，这面是个圆的扣上去了。实际上从物理学上来讲呢，扣上去它制造的只是一个点，所以它其实还是会摇摆的。
在那个正房车上面呢，它是一个小平面，就是平面对平面，它这样来转弯，所以它相对摇摆呢要好得多。它也还是有摇摆，只是摇摆好得多。这是第五轮房车，其实第五轮房车呢也是一款好的，里面也是一款豪华级的房车，反正好一点的能有到50万美金这样的。比如说有一款小很好的房车叫 New Horizon， 就是新地平线 New Horizon， 这一款大概都是50万美金左右的，它专门做这种五轮的房车。为什么在 Class A 和五轮里面会有一些豪华车呢？因为全职的或者退休的人士基本上会买这，因为他要做舒适嘛，他就基本上会买这两款车。所以这两款车呢，因为在美国这个有一些退休的人是很有钱，他卖了房子以后很有钱，他住的豪华一些，所以这两款车出了很多豪车。那么下一款这种拖拉式的房车呢，就叫 pop up trailer。这个呢，就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就相对比较轻了。其实你普通车呢就可以拉，只要你后面有那个我刚才说的，只要它这个车，你这个车上普通的 SUV 啊什么之类的，后面要配这个拖挂头的接口的，就可以拉这个，因为这个只有的8-9百磅，有的才1000磅这样。是平时呢是缩下来的，然后你到了营地呢把它弹开，然后床呢支出来，像帐篷似的这样支。哎，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很容易拖拉，而且你也可以直接放到你的车库里，存储就可以直接放到你的车库，所以也很方便，也受到一些人的欢迎。它当然它的不足呢，就因为它是四边呢是弹出来的帐篷。它那个帐篷呢以后它没有保温和空调，就类似于我们出去 camping 住帐篷一样，就不那么舒适吧。但是有很多年轻人比如说喜欢野营的就无所谓的，这样用这样的车就可以了。因为首先是价格很便宜嘛，大概就是几千就能买得到这种车。这个车你别看小，它常携带的里面呢也是有小的厨房，小小的厕所，小小的淋浴间都可以，洗澡都还是可以的。这就是基本上这么几款我主要介绍的房车的种。其实还有一个刚才我说的像 Toyota Hauler， 还有一个那个皮卡驼背式的房车，那是为了房车喜欢探险野营的人，就是他直接放在皮卡上面的。它的好处呢就是只要皮卡能去的地方它就能去。但是我们中国人我发现很少买那种房车，所以我就不做介绍了，我就把这款房车呢做一个介绍。大哥喝水吧。好的。好。刚才那个 Peter 大哥呢介绍款这个房车，您喝水。然后呢那个刚才也有朋友们在线上也开始问问题，那我现在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专心的把这个讲座听完之后啊，因为可能你在提问的时候或者有我们的义工呢在积极给您回答的时候，您错过了现在的一些知识点哈，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大家还能专心听，同时的话呢也把您呢在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在聊天室有再抛出来我们再去解答好吗？谢谢啊。好的，然后我们下面也经常问的就是我有了房车我要出去，那么房车营我停在哪儿去哪儿玩，房车营地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我停，那么怎么样预定这个房车营地。所以我就简单的总结，这是我经常尤其是下面几个应用手机的 APP 是我经常用的，所以我就给大家列出来。一会儿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几个都分别怎么用。其实房车出去玩呢大概三类地方你可以停了。第一类就是这种加拿大叫 Cornerland， 就是国家的国家，就比如说叫 Forest 这样的地方，还有叫 Province Forest， 像美国也是，尤其美国西部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免费停的。这种地方去停呢
就没有任何的上水，也没有任何的下水，也没有任何的电了，就全靠你自己。还有另外几个地方呢，大家可能如果稍微熟点房车就会知道，经常会去沃尔玛可以停。其实在当年以前，所有的美国和加拿大所有的沃尔玛都允许房车临时过夜，因为是其实因为沃尔玛在美国加拿大6000多家，将近7000个地方，是本来是很好的举措，结果现在呢，大概有将近1/3的沃尔玛允许停了过夜了，只有2/3的沃尔玛呢还可以过。原因确实我们有一些玩房车的，包括老美啊，这帮大人也是。本来他的出发点就是说，你在过路的时候，你在那儿没有找不着地方，你在那儿停一晚上，停两晚上就行了。结果有一些呢，干脆就买个破房车就停在人家那儿了，常年就停在沃尔玛的那个地方，那沃尔玛就不干了，就没法弄了。而且还有的人更过分，还跑沃尔玛那里边，把那停车场里面开上 party 了，所以沃尔玛就有的就不允许了。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这私人的房车营地越来越多。比如说如果是你这个小城，比如说我们假如说啊，我假如说 Aurora 又有一个沃尔玛，旁边又有一个 RV Park， 那个 RV Park 呢就天天鼓动那个市政府说，你别让那个人们停在那个沃尔玛，因为影响他的生意。他说另外一个当地沃尔玛面临的大问题呢，就是当地的这种私人营地老去改地，就这样。但是现在确实还是有很多沃尔玛可以停的。而且我也希望大家如果以后去的话，我也停过，就是可以停，但是咱们还是做到不要就天天都停那个地方去，这确实有一些不是很好了。另外有一个连锁的店，叫做就是餐厅的连锁店叫 Cracker Barrel 允许大概在美国现在有400，美国和加拿大有400多家 Barrel 现在是允许房车去停的，而且它后面呢，它通常会专门留下来那么几个给房车停的营地，就是对的了。但是 Cracker Barrel， 我们在网上就说，大家都希望，如果你停在到那个 Cracker Barrel， 你就吃个早餐啊什么之类的，也支持一下人家了。还有一个就叫大家可以从这个上面看到，叫做 Pilot Flight G， 是一个加油站 ，truck 加油站。这个 truck 加油站呢，在美国应该也有3000多家。这个地方呢，它美国那个 truck 加油站很大很大。就是你如果串司机也可以停在那儿，你的房车也可以停在那个地方过夜，没有问题。他呢，而且还那个加油站的地方呢，还提供洗澡的，就是说大概洗澡需要可能花个3块钱5块钱，你要去他那儿做淋浴的话，当因为你要出去了以后，比如说没带水，你停在那可以洗个澡。他实际上是为那个truck大卡车司机服务的，欢迎这个房车过去了。但是这个地方唯一的有一点点好是什么呢？如果你在那儿休息的话，晚上你得要这个睡眠能力稍微强一点，因为他那个大truck他会经常有的来有的走，就是相对就有比较吵一点。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 casino。大家所有 casino 的停车场基本上都可以，你都可以去停，你都可以停在那个地方，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其实非常好的呢，是叫做高速公路的旁边的 rest area， 还有我们加拿大的就高旁边的，就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安大略的那个休息叫什么on road， 我们叫 on road 上面。而且有很多 on road 上面是不但你可以停，是可以加水还有 dumping 的。其实美国有很多的 area 非常非常的好，你可以停，没有问题。比如说我前在蒙大拿的旁那个地方，
哎呦，有一个那个 restaurant 太好太好了，那个旁边就是风景美极了，而且它那个restaurant area 呢还有那个上水还有下水，不是那个在就是让你接的了，就它有 dump station 还有上水口，我是在那儿呢晚上做个晚饭再吃，我就看那个夕阳非常非常的好，我是要饭要继续往前走。结果一个老美两口子也是开了个车就停在这儿，他就问我说你们要不要今天晚上这儿？我说我们可能不住，他说他要住的这儿，但是他发现那个地方风景各方面各非常美，但是没有车你知道吗？他一家他也怕，他想让我们跟他住在那儿，说咱们做邻居。这样的话好一点。我说我们定了前面一站，再有大概几十公里就到了。我只不过是饿了，我在这儿停。我都真想住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这华人朋友能以后有个两三家去那儿，那真的非常的好。其实很安全，只不过是你只有一个车嘛，你觉得害怕，因为那些高速旁边啊，因为不会有小偷，又不会是。因为都很远，那头他开个车来打劫你，那根本不可能，而且也没有什么动物。但是你家呢，你就有时候有点胆怯了，就这样。大概能停的呢，这些地方，其他的地方呢，你就可能需要稍微花一点钱，或者加入一些连锁的，就比如说最近几年有很多那个 Harvest 那个 club 就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就是这种winery 就这种酿酒的农庄组织起来，比如说你，我记得好像那个是一年是四十几块钱费，就是说你要交了以后，他参加的有好几千个庄，你就可以过去，比如说 Niagara Falls 就那边的那些酒庄。就有参加了的话，你就晚上可以停在他那个地方，风景当然他是没有水没有电了。我一般是不太去这种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因为我比较偷懒。只有在走的路上，就是说我必须要赶路的情况，偶尔住一下。我一般会到那个就是这种 private 的 RV park。那么第二大类呢，实际上是正式的能。RV Park 就提供你房车的电水上水和下水这三种里面至少要提供一种，就至少要提供电的这样的这一方，包括这种公共的公园了，就是说 National Park 所有的国家公园，美国的省公园，加拿大的 Province Park， 比如说 Maria 有很多的 Province Park 了，它里面都会提供房车的露营地方，你需要预定。比如说你要加拿大是在公园那，比如说你要到班夫，你要到 Park Canada 上面找预定。当然那个通这个加拿大的省公，美国其实上也是了，尤其是热门的这家公园，比如说班夫啊，你通常要很早要订，黄石你也要很早要订，不然的话你就只能创大运去。因为每个这种省公园或是 state park 这种 province park 呢，通常都会有那么两三个是不预定出去的，就是给那种first come first serve 那样的就要放大用了，那没有要别人占了，你要早点去也许能够有，但是还是大家能够尽量的提早预定了。比如说那个在加拿大国家公园啊，就 Park Canada， 你就在网上搜索 Park Canada 那个网站，它就有 reservation 的这个地方了。还有 Ontario Park 的上面，也就是安省的省公园。像美国呢，它是统一起来，它的国家公园呢统一起来叫 recreation.gov 这个网站上，你都可以预定。就是其实我的经验啊，我不一定就是大家同意，有很多人是喜欢住在这个省公园啊、国家公园。像我通常除了像班夫啊、黄样的，就是国家公园很大，你不住在里面的话，你很难玩以外，那种省公园我通常不把房车开到那个里面去住，只会定在这个省公园。
附近的私人营地里面。听是尤其说实事求是讲，尤其是这个安大略的这个私园的设施的水平都太糟糕。大部分呢只能只提供你上水或者提供电，没有下水道，你要过几天拿过去到 dump city 的 dump 再过来。等等的，就是设施都太差。私人营地呢就好得多。通常像在加拿大呢，这个尤其是按这个省公园的 camping 实际上并不便宜，像附近的那个私人营地呢，可能比这个安省的省公园呢贵个10块钱、5块钱的这样的，所以我就一般到那种私人营地了，因为它的服务啊、设施各方面就要好得多。玩的时候你再开车过去到那个省，那到那个公园里面每天 hiking 啊、钓鱼啊，玩完了你再回到那儿住，是这样。那么第三大类最多最多的呢，实际上就是私人用营的 RV park 或者叫 campground。那么通常你要看到是 campground 呢，是就是可以有搭帐篷的，搭帐篷的人去也能去，就是这个营地里面既可以停房车，也可以有一个小地区搭帐篷。这种 RV 纯粹的 RV park 呢，通常就不太允许你是这样的了。在美国和加拿大，实际上现在有20000个这种 RV 私人的 RV park， 而且发展也非常非常的快。这个 RV park 整个一个就像这个hotel， 就像我们住饭店的分的等级分多很多，你一定要注意一些，就是说。它有的像5星的、4星、3星的、2星的，这样分的很多。还有一些呢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在美国南部，像佛罗里达、Arizona、Texas， 很多是只有55岁以上的人才能去的。这个 RV park， 我呢有一年我就没注意，哎，我觉得我查了一下，那个 RV park 非常非常的好，我当时还不注意。我去了，结果人家不让，说不行，说这个，因为他是有政府有补贴，就说不行。哎呀，我还很遗憾，而且还有一些那个，如果他没有单独注明的话都没事儿。实际上你只一看的话，你就能知道，这些呢是只允许 Class A 进入，就说你只要不是 Class A 的，这是个别的了，只有很少，我大概遇到只有两个，这么多年只遇到2-3个这样的一个。只允许 Class A 的房车去，其他的都不允许，所以它就相对贵一些，它好管理，设施各方面都好一些，就是比较高档一些。大部分呢，实际上都是这种普通的。那么在普通的这个里面，有大概有一些呢是属于连锁经营的，有一些呢是单独的。那么连锁经营的一个好处呢，就是有品牌，然后大家去呢，每一个地方呢，就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像连锁店一样，去了进了哪个商店，你都很熟悉。比如说他说这个连锁品牌有什么设施，那就有什么设施的。那么我就告诉大家有2个连锁品牌是我经常用的，我几乎每年都会用它，我都其实它打折打得很少了。一个是 KOA， 大家可以看到3个，这3个 app 呢，就是我用来订营地的3个 app， 一个叫 KOA， 一个叫 RV Parking， 一个叫 Good Sam Camping。大家如果是喜欢的话，有兴趣，你们可以从那个Apple Store， 还有那个 Google Store 上面下载这些，下载都是免费的，你都可以用。只剩 KOA 和 Good Sam 呢这2个。如果你加入了他的会员，他大概会员一年是20几块钱，不到30美金，大概都是这样，只有10%的 discount， 其实很小了，无所谓了。我是通常如果今年我要去了，我就去了那儿，因为你当天加入都行，我当天加入当天给打折，也等于你订个2次营地或者3次营地就能赚回来了，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去不那个加入呢，也是可以定的，只是没有那个10%的折扣。那么 KOA 这个营地呢的特点是，它的全称叫 Campground of America 了，
它的特点呢是为小孩的设施非常的齐全，它就是为全家人，是一个叫做为 family 的 camping 用的，就是带小孩的去的。它的特点就是每个里面肯定会有一个小孩的设施，是齐全的，但是它的设施呢就相对比较旧一点，而且价格呢相对贵一些。它是也都是加盟的，但是它预定是统一的。为什么我还希望就继续还在用周围呢？就是因为它那个预定的时候比较方便，就是说你开这个 app 以后，你因为我的信用卡什么之类的我都已经在这个 app 里面了，那么我看好哪个营地，我一预定一发预定，那么一下就我就不用再输我的信用卡，再输我的地址，再输之类的，我就在这一个 app 里面全部搞定。就为了这一点方便，我因为我有时候开车走到哪儿休息站了，就突然想，哎，怎么不走了吧，到前面就停下来算了，就找就附近直接找就很快。虽然它贵，我觉得也就贵一点点了。那个另外一个我经常用的呢就是 Good Sam 的。其实 Good Sam 是很大的一个，它现在大概全美有连锁的有将近3000多家，它的会员也很多，它的历史也很长。Good Sam 呢是，但是它的这个 app 呢有一个非常对我来说太喜欢的，就是它本身直营的营地没多少，大部分都是加盟，这些加盟营地呢都是链接在它上面的，就是说你在这个 app 上面直接订预定，你看好了以后，它在上面有一个键，就是说要跳到一个营地的 web 自己的 website， 你要跳出去，跳到那个 website 以后，你再去预定。这样的话，等于你比如说我要预定三个不同的 website， 那你要到三个不同的营地。那我要调到不同的 website， 虽然是从这个 app 进去，然后要跳到三个不同的 website， 那我就要需要输3次信用卡，不但是信用卡啦，它也要求你的名、地址、你的车的长度，等等的这些信息都要输，我就麻烦，也有时候，所以我现在通常呢，只是用 Good Sam 来查，几乎所有的营地在 Good Sam 上都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些普通的私人营地呢，花个几块钱就可以在它上面放一个链接，就很好。其实另一个 Good Sam 的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Good Sam 是和美国有一个最大的卖房车还有房车配件叫 Camping World。 Camping World 应该在美国应该有400-500家，很它那个地方也很大，就是说你如果是它的会员，实际上不是他的会员也没有问题了，就是说你晚上没地方了，他那儿也可以停，也可以晚上没有问题。他主要是卖这个房车和房车的配件，但是他的那个配件呢，哎，你要加入了 Good Sam 以后，你到 Camping World 买的话，有我要没记错的，应该将近30%的折扣。但是配件呢价格都奇贵无比，本身就特贵，哎，你网上也可以，它也有网上买的，奇贵无比。另外一个 Good Sam 我觉得它来不好的是什么呢，你一旦加入了它的会员，它老骚扰你，几乎隔2个月就它就要卖这个房车的保险，还有这种 road assistant， 叫什么 road急救，就算你要开房去的话，你一年可能救援道路救援，他卖他的道路救援服务，就算你要买了的话，你无论走到任何地方，如果你房车有什么问题啊，不能开了怎么的，你立即把他号称是几个小时之内一定会到达，一定会给你帮你全处理好这些问题。我很少买了，但是他就会几乎每个季度给你寄一份信，给你一堆那个东西来说，让你赶快加入我们这个吧，赶快加入的孜孜不倦。你看我大概有至少地址没变，大概有7-8年，这7-8年他反正这个信老给你来，老给你来。他的一种促销了，就是他卖这个也是他的一种盈利的方式了。
这就是这几种定盈利的这些这样的一个方式。大概我呢通常就用这三个 app。 我也大家刚才说了，就是我实际上呢去国家定安省的公园呢，还有公园，除非大的国家公园，一般来说呢我定的比较少，我会通常会定在私人营地里面。因为我一个是比较偷懒，另外一个呢我有点受不了那个环境不太好。就是这样。好的，大概房车预定呢就讲这么多。营地预定哈，好，营地预定。那趁大哥喝水的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刚才谈到是说有几个 app， 我刚才在我们的房车露营的两个大群里头已经截了屏，就是平时在我的苹果手机的屏幕上呢，我就放了这几个 app 在上面，虽然定不是常用，但是一旦想要的时候在上面速查还是很方便的。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在安省，光是仅仅因为刚才大哥讲是说整个北美哈、就有很多家的私人营地哈、然后呢光在安省就有400多家私人营地。大家如果是比较好奇的，可以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去拜访一下，在你去真正实施去露营的时候呢，就有更多一些know how 和一些心理的这种准备。上个星期啊，咱们全家去了一趟北面，本来是去一个，就是我们在 Google 上会 search 一些营，那么也要看它的这个评分哈。对啊，这家评分蛮高的，我觉得4.4应该是不错啊，也是不错。觉得怎么样？去了？去了以后就是感觉他，因为在去之前我们是去的 KOA， 嗯，那么这里头其实大哥知道那天我们给您打电话是急救 对吧？因为虽然我们老北跟着大哥玩了几年，但是也是百密一疏啊。因为那天的话就是 Civic Day 忘了，星期一早我们就到那个停房车的地方去取房车。结果呢吃了病对吧，因为我们忘了长周末星期一人家是不上班的，所以我们准备好了皮卡里的装了所有的东西，结果发现没有办法去拉房车。哎，你可以说你这次去觉得 KOA 怎么样？对，我们就是临时，大哥给我们做讲，我过去一直没有去过 KOA， 这次去到 KOA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第一，它的规模还是相当大。对。第二，像您所说就是给家庭的这种设施活动它都有，几乎是下午晚上都有一些活动。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门口的这个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因为后来我们去了私人的这种营地，进出是没有限制的。它是这个管理的话呢，是第一它的进门它有这个 passcode， 还有的话呢它的这个小或者办公室里头严格要求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还有这个facial mask。另外就是你进到这个厕所的也是有只给客人这个 passcode。对，另外呢就是到它的分区也是很合理的。对各种各样的小的 cottage 也有，像这种 seasonal 的也非常。那么去到那个常住的这个房车的这个营地里头是最好，就是最在里面的位置。我进到里头以后感觉就好像是我每年啊一月份在 Mississauga 房车展一样。对对啊，对就是非常好的房车，像 Class A 是大牌，有非常漂亮的五轮都在里头，所以当时就感觉哦，真是很赏心悦目。那么我们自己看到的前后营地现在预定并不是那么饱满，那家也都相安无事，就是保持距离，而且它的游泳池也开了，但是我们不太敢去。其实那些连锁的营地都是要求一定要有。就是多大的游泳池要一定，它因为它是有整个一套连锁的规则。是的，是的，所以连锁来为了它的要求的话，它是要保级的，就像我们在中国三级甲医院，对吧？对，都是什么样的？对。那么后来去到私人营地的话，感觉就是说比较温情。啊，对。啊，那个你会看到你进去之后，他跟你打招呼，周围的邻居跟你帮忙。还有呢，就是正好我们去的是营地主 Lady 啊，女主人那天过生日。所有的人邻居都常住的人给他开 party 去了。通常私人营地呢就是叫做这个男主人女主人通常要来和你打一个招呼。对呀、对呀、就是相当于那个你们家的亲人一样来了。他是要求这样。对、就是、对是。所以感觉就是说大的规范有小的温情哈。因为那天我们离开这个房离开营地的时候，离开营地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房车上面那个 awning 出了问题，收不回去了。但是我当时就想起来，耶，当时这个评论这个私人营地的时候，就说他们家的这个关系，这个人超级好，
然后我就去找他寻求帮助，那他就很快拿着过来了，那么他来帮助我们，同时我们也没有去主动招呼，周围好多邻居就帮忙。当然这里就讲我们整个在营地里头就是唯一一家华人，对啊，他们就是非常着急的帮你去排忧解难，最后是在他们指导下我们把这个腾回来了，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温馨。因为其实我们人在江湖或人在哈，都是需要有一种探险的精神，但是一旦出了问题的时候，周围人伸出援助之手，也是我们玩户外的时候那种那个非常不同的体验。玩户外你一定很那些人，反正有一个特点，对，也许是这种玩户外的人是见的人少。哎，他就非常热情。对对对，通常这借的人少就热情。我们经常外面，比如在营地里也好，是在路上也好，对，如果一个开房车的前面看到是遇到故障啊，遇到什么，别的有开的一定会下来去问你，是需要帮忙啊，需要什么之类的。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是的，很好，行。稍等，我发现那个，我刚才漏讲了一个这个 RV Parky 这个 app。啊，对 ，Airparky， 大家，我希望大家都用这个 app， 这个是我不知道他谁做的这个 app， 用了很多年，就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房车营地的公司，它就是做软件的公司，就是科技公司。对，就这种，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好处，就是所有的沃尔玛呀，所有的 casino 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在上面。就是说你而且它非常好的是能够看到你点开这个沃尔玛，它能够告诉你这个沃尔玛允许不允许你晚上停车。这个很重要。对，我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今天晚上不想走了，那我就点开看看附近沃尔玛允许我停还不允许停。但是你千万注记得不要100%相信那个。哦，有时没有更新是吗？对，因为他呢是根据这个客户的反馈，就是说有可能会出错，他不能够保证是一定是100%的，因为你大家也没花钱，什么也没有东西，他就是类似这么一个 app 在服务的，是，但是大部分都还是可以的了。所以大家用这个 app 呢也不用交钱，反正你有时候实在是想找就找找，而且也所有的营地呢，私人营地、公共营地，它上面也都有。只不过它不负责，它上面都是有一个链接，反正你能够转过去你就转过去。对，至少它上电话。对对。但是我用这三个 app 呢，其实就基本上解决了一些问题。那个 RV Parking 呢，就是实在是比如说我要找附近的就急比如说前面有没有 rest area， 那个 rest area 允许不允许我停过夜，我就看一下它，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房车营地的预定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看这个房车。我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在买房车以前呢，租1-2次房车，然后出去玩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确实房车是一种 style， 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你只是，而且我还是认为，如果你是夏天，比如说只是暑假呀，带小孩只出去那么1-2次这样的，完全没必要去买房车，你就去租一个就好了。因为买房车还是有包括你的保养成本啊，各方面的成本。如果你是经常玩的，当然你需要买了。那么租房车呢，觉得租房车有时候你会大吃一惊，当你租房车的时候很贵。我知道今年有一个朋友是想租，后来发现他是要开得远了，他说他要想租一个房车开到班夫再开回来，算下来8000多，你知道吗？是是，8000多块钱，最后他就放，哎，太贵了这个东西。我说那是确实是这样，他通常是，比如说你要租一个Class C 的这个 Model Home 呢，通常就是我这上面写的一个星期呢1000块钱，他最少呢除了这个他还要加那个 mileage， 就是说你每他允许你100公里，比如说一超100公里，每一公里加3.5毛加3毛，这个很厉害。加的多了的话，你想你跑一趟你的多少公里出去了，就很多。另外一种呢就是trailer租的，一星期呢有500块钱就可以了。过去呢就是大家从哪几个房子，就是尤其在加拿大有这么几个租房车的，
一个叫 Fraser Way， 大家可以记一下，一个叫 Canada Dream， 还有 Cruise Canada， 这是三个非常就是在加拿大最流行的三个租房车的公司。这尤其是你要在班夫那儿，其实我建议大家去班夫玩啊，不要从这儿租车走，你应该直接飞到卡尔加里，从卡尔加里租房车去班夫玩是最近划算的，而且是最好的效果。那么最近几年不是共享经济嘛，就又出来一个两个网站，一个叫 outdoorsy.com， 这是个美国的，它也覆盖加拿大。另外一个呢就叫 rveasy.com， 这是一个加拿大的公司。他就是说比如说像我现在，你知道我是有一次在网上遇到他，他就每个隔一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你赶快把你的房子出租吧。那个就是说比如说像我现在有我的 trailer， 他说你可以放在他们网站上就出租，谁要需要的话就来你这儿拿。他呢是这种意外的各种保险啊什么的他都管了。嗯，对。然后他提成了，就是这样。对对对，就是像 Airbnb 一样。和 Airbnb 是一样的，像那个 Uber 啊什么之类的，对对对，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的。哎，我觉得其实很好，这个。如果大家可以在这上面租一下什么。不过今年很不幸，今年因为疫情，所有的房车都很难很难租。前几天一个朋友是想租房车出去玩，他是要到想去 Gaspé 半岛那边。在多伦多整个的所有的都租不到房车，他很在魁北克租的，然后他就在从多伦多开着车，全家把车开到魁北克，魁北克提着房车再出去玩玩吧。那还好那边是租到了，你知道吗？因为疫情的原因嘛，闹得大家都要只有玩房车能够出去玩。而且今年房车我前几天听一个买房的，他说你可以买，下了单五月以后货程他能来，那季节都过了啊。对，他没办法，他等于今年一下一下这样的产能。所以大概租房车呢就这样的，包括租房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朋友问的问题里面说租房车有什么注意事项。其实租房车呢，你很容易，原因呢是你去了以后，那个房车公司一般会催你一个半小时啊，实在就告诉你基本上怎么样，而且它的设施呢都基本上是齐全的，所以就是会容易一些，是这样。这是关于房车的租赁。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说关于房车的安全驾驶了。在这个安全驾驶里面呢，我主要是讲关于拖拉式房车的，就是你安全的驾驶，包括你的动作有多大的能量，能不能够拖拉这个房车，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我看到有两个朋友，还有一个是问就是怎么样这个计算它的拖力。对，其实你是 SUV 也好，你的 F150 也好，你怎能不能拉你这个房车，最主要你就记得两个指标。这两个指标如果符合了你就没有问题。第一个就是 capability， 叫 tow capacity， 就是你的这个动力车的拖力多大。如果你不知道你这个动力车的拖力多大，你可以从你的用户手上，最简单的你从 Google 上只要一查你这个车的 tow capacity 就能够查得出来。比如说是7000磅、5000磅等等的。第二个重要的指标呢，是你要看你的这个车的承重力，叫 payload， 也就是说这个车比如说是 SUV 所有的这个 payload 从哪儿呢查呢？从你车门的，你把那个驾驶门在这个边上都会有一个 sticker， 上面会写你的 payload 最多是多大。F150 也好，皮卡也好，还是普通的 SUV 也好，都是地方。比如说有的是payload 是800磅，有的 payload 是1200磅。那么这个 payload 指什么？是指你的车上面能坐多少人，在家拉多少
再加上你拉 trailer 不那个 trailer 的那个重量放上去，就是说我的说这个简单的比喻吧，就是说我的这个车轱辘能支撑多重，这个 payload 呢，如果你能够支撑超过了你就是你的最大的 payload 呢超过了你装承重你放上去的重量，那你一定是可以跑的可以拉的。就是说这两个指标，一个 payload 呢是解决你那个 trailer 以后包括你坐上人以后会不会把你这个车压趴下。Tow capacity 呢是解决你在不压趴下的情况下你能不能拉得动，你一定要保证这两点拉得动，你因为你要有的出去的上坡啊什么之类的这两点。那么这个计算 payload 的时候，就是你卸载承重的时候怎么计算呢？通常你的 trailer 就是你的房车上面它会有一个也是有一个 sticker 你可以看到，它叫做 UVW， 就是说 unloaded vehicle weight， 就是说我这个房车的没有放东西的情况下的干重量是多大。同时它还会有一个 ton weight， 那个 ton weight或者叫做 H weight， 它经常有时候这两个是通用的了。它叫 H weight， 那个重量呢，就是我这个 trailer 的，因为这个房车嘛，后面就是一个轱辘在支撑嘛，然后这个重量有一部分重量到前面的你的这个房车上，那个 ton weight 啊 H weight 呢，就指的我这个 trailer 放到你这个前车上的那个支撑点上是多大的重量。通常来说是在10%到15%之间，就如果你是7000磅的 trailer， 通常大概有700多磅是要放在前面，通常是这样的，你可以要看一下，你要如果确定，你就按15%去算，你肯定你要能够拉，肯定安全的，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说这两个指标一定要同时满足，不满足任何一个不满足你都会有风险。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就说你就是因为拖车如果小，在加拿大是这样的要求，加拿大和美国，如果你后面的trailer拖车如果是超过300磅以上的，是必须要有电子刹车器的。就是三千磅的，3000磅的是必须要装有电子刹车器，这是法律规定。所以你如果是买来这个拖房车，就是拖拉式这个房车是超过了3000磅，它一定自动装有这个电子刹车器的。3000磅加的呢是属于可装可不装，但是我相信买的这种房东西它都会给你配备。因为这个牵涉到一些安全人的安全的问题，有一个小外面拉东西的小 trailer 啊什么之类的，少于3000磅它就不装了。这个装不装呢，是与你这个法规要求是与你前车的拖力有关系的，我们就不那么仔细的问题了。这个电子刹车器能不能什么时候刹车，是要你前面的这个动力车来控制的。如果你不是 S150 的那个带有这个towing package 叫什么，就是这个带有这个预装了它的这个拖动的这个 package 的话，它是没有直接的那种就是给后面的刹车信号的，你这个时候就需要装一个 remote 这种刹车控制器。这个 remote 刹车控制器市场上也有很多了，也有几百台装上就行了。就是它是一种这种惯性的，靠惯性的刹车器，就是说你前车一刹，那么实际上你后车也在刹，因为它是顶着的嘛，也在刹。因为后车这个惯性的这个刹车控制器呢，如果它一看到这个惯性，它马上给一个信号给后面的这个电子刹车，让它刹车，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装上这个你就可以了。那么下面一个呢，就这种你需要装的就是这种重量器，
重量分配器呢，这个也有很多很多，就是原因是如果不装这个的话，大部分的车，因为后面的力量呢只在这车的一个点上，如果太重了的话，你的车前车就不倒了。尤其是你要是走这种上坡的时候，它更会容易翘，它会出危险，就等于是你后面压得很低，前面跳得很高，就不是一个平稳的。这个时候呢，需要装这种重量分配的一些挂杆了。这种挂杆大家可以上网上去查一些，如果需要的话，很简单，它现在都是很成熟的，你只要配上买上就行了。但是你买房车的时候，它肯定不会给你，就是你要买这样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安全的驾驶的方面呢，就是这种扩展的后视镜了。因为你普通的后视镜呢，是看这个普通车的。如果你后面拉了一个这种大的这种房车呢，因为你就会看不到别人上，然后你需要一个拓展的后视镜。你知道，这次我在这上面呢，差点我最早我买房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买了，我只是在临走几天，我现在说回来就想起来。那 Good Sam 呢有一个好处呢，它的上面有 rv.net 的一个 forum， 那个 forum 是论坛那个论坛呢有很多很有经验的人很热心的教你。我就那个时候最早呢，我就不知道，我就上去，我说我过两天我要开着我的房车，第一次我要到佛罗里达，我还需要什么，他们就给我列出来这么多。我发现我这个 extend mirror，最后我赶快去买了一个那个 mirror， 啊对 ，OK， 对，就是大家截屏一下，对，那个这个论坛很多，因为它最早嘛，至少二三十年，所以很多那个问题都在上面，你可以查。关于在一些装备上的了，其实无论你是第一次买开房车也好，还是老房车手也好。我们说永远是安全第一，所以每次我要出去走以前，我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轮胎的胎压，你知道吗？这个胎压呢从什么地方呢，其实我就买了一个很小的这种大概可能到了店一两百块钱，就是老式的，人家现在有那个表的能够看的，我现在还是过去那种一插蹦那个，一插蹦出来多少多少东西的，就是胎压呢，那个房车的那个侧面呢，它会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这个胎压应该是多少，如果你太低了，你就给它打点气进去。就这样，如果你太低了，你知道这个轮胎对房车来说是最重要的，而且通常的这个呢是大概寿命，它是这个房车协会的，这个制造商协会呢是要求你在6年就换轮胎，一是你会有磨损，另外一个太阳光晒得厉害，它会消耗。他要求了，当然你保养的好，你可能会用的时间长一些，但是一定要把胎压打，因为它那个重量非常的大，压在那个上面，如果胎压不足，你走的时候会晃，因为它那个轮胎会偏嘛，所以一定要胎压呀。那么第二个注意的呢，就是这个天气了。我们刚才说风的大小，比如说达每小时50公里以上，你就尽量就不要开了。这个要下雪就尽量不要开了。像我有一年是，就是在密西根，但我是要从这儿冬天，从这儿直接开到德克萨斯。本来是我是查了天气，说是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明天。后天那个storm 就 snowstorm 才过到密西根，结果我明天去了密西根，前面一站呢，正遇到我一个朋友，就是在那儿住的一个朋友，听说我去那了，就非要让我在他那儿住一晚上，一晚上住的很高兴，但是第二天我走不了了，就在那儿多待了2天，马上就下大雪了，下了很多的大雪，等了2天以后，
那个公路上全部那个铲雪的铲开了以后我们才走。对，就是说你只要啊，永远是安全地，下大雪咱们可以停着，没有关系了。关于安全驾驶大概就讲这么多。如果一会儿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讨论。大哥，其实在您翻译的过程当中，就说我们看到那个 Motor Home 可能开车大家的调整会适应的会快一点，但是如果要是加 trailer 的话，很多人都说哎我不敢，因为好像就是说很高大的那个 trailer。 没有，其实怎么说呢，确实是你没开过你觉得害怕。对对，那个只要你开过一辆车过，哎，你其实和普通的开也差不太多，对，就是拐弯上注意一点。对，就您刚刚讲的 white turn。 对，难的呢稍微难一点是倒车，其实你倒车没有关系了，你只要不着急，一次倒不进去我倒两次。因为倒车的时候是通常你到了营地了，对，到了什么地方了你才倒车，一次倒不进去倒两次也没关系。而且我记得我最早一次倒车的时候在营地，还是也是一个旁边邻居，啊，看我倒不进来，啊，他过来说，啊，我帮你倒吧。对对对对，我说行行你快帮我倒吧。对对对对，他两把子帮我倒进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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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实没有关系，而且你practice 熟悉几次你就行了。像我现在我开的幺五倒车时，我因为幺五零上它有那个自动的倒车的那个，哦，对对对，那个东西，我那个我从来没用那个东西，啊，因为我觉得我很那个还需要量那个距离，还要输入什么的，我很习惯到，啊，我就从来没有用了。老师不需要。对，就对，其实就是开始确实有点害怕，嗯，但是一定要记住，就拉了 trailer 的时候，不要跑快了，嗯，知道吧？不要跑快。哦，另外一点，你知道吗？那个 trailer 的那个轮胎上。都会有大速度，嗯，上面的一个标志，你一定不要跑超过，通常的比如说一公里，嗯，你不要跑超快了以后你就会有风险，因为它的轮胎会晃，嗯，然后你再要遇到一个这个大卡车往旁边过的话，嗯，你就会晃得很厉害，是这样。是，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惊哈。我今年大哥知道我的女儿20岁，对，开了三个小时去了千岛湖，也是一个 white turn 啊。对，其实 white turn 是很简单的，稍微你稍微注意一下就能注意住了。对，你只要谨记的不要开快，嗯，就这问题都好办。好的，大哥先喝口水。好。然后那个今年的那个天气哈，还雨不是特别大，风也还好。是多伦多今年好像有那个这个 tornado 啊这种有风险的，哦，像 tornado 啊这种storm 呀，啊，它都会有天气有预报，对对对，大家就是要时不常的去观察在路途当中的这个天气预报，对，安排自己的出行。好。好，这一张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哦，那个，然后就是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房车的选择，就说你觉得什么样车适合你自己。首先，其实每个人都应该一下，就说我是在短期使用这个房车，还是长期使用这个房车，因为这完全是一样的需求。是，如果是你是快要退休。退休了以后你想开着房车各个地方走啊，各个地方玩啊什么之类的，你的需求呢就是尽可能的大一点房车，原因是你要住，就像住房子似的，原因是你是长期住，那就越大你就觉得越舒服就越好。那么你要是只是很短期的，比如说我只是暑假带小孩，我也走不了很远门，我每年呢只是暑假带小孩出去那么一两次，那你就买小一点的就可以了，能够用就可以。我说那个10个 feet 的大概1500磅到2000磅的，实际上的那个大小啊，和 class 的那个房车，其实那就是那个十个 feet 的那个 trailer 的大小和 class B 的房车的大小实际上已经差不多了。对对。但是你就一个 SUV 你就可以拖的就很好，对，就可以了。你就因为是完全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了，因为毕竟越大越好呢，你需要的车呢，你就会动力车的
动力就要越来越大，成本就高，因为你要毕竟是这个成就是成本要考虑嘛。另外一就是这个要买 trailer 的时候呢，就说你现在是有 RV 还是有皮卡，就是很少，你要根据你现有的钱决定你买多大的这个房车，你没必要我为了这个皮卡，为了这个房车，我再升级一个皮卡，等于你又买一卡又买一个房车，成本太高。如果当然，如果你这个皮卡对你有用或者以后有用，当然你可以了。但是通常如果你用一个 SUV 就可以了。因为 SUV 现在的大概能拖到个六七千磅都没有，所以你四五千磅的这个房车已经就是够用，已经比较好，其实我觉得。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看是买多长，就说我驾驶越长呢，驾驶难度越大嘛，就是这个，而且你的成本呢也会越来越高，包括你越多。越重你费用的也越多。是。下面一个呢，我想重点的讲一下，好多朋友问说是为什么到底买什么样的房车很好啊什么之类的。我给大家讲，就是房车呢有你假如说你去买房车了，你就会想我是买一个新房车呢还是买一个二手房车。因为二手房车在这面很普遍。其实二手房车也很不错，有很多，但是也有很不好的，你一定要注意。我们从这里面来说吧，从房车的一个结构来说，所有的新房车的结构呢，里面就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木头的支撑，全是木头杆，然后放上保温棉。一种呢前面是铝的，铝合金，然后再放保温棉。这两种的差别呢在什么地方？价钱。这也就是说包括新房车你会看到有的呢就价钱你觉得房车一样大，比如说都是25 feet 的房车，那价钱会差很多。最主要的价钱是差在它的结构上面。如果你要那个木头，就通常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1x2 feet 的那个木头条弄的话，大概要比这个铝的弄的要便宜，能房车大概便宜7000块钱左右，就成本上就能省个6-7千块。另外一点，这个铝的呢，好处呢，因为它贵了嘛，好处重量轻，就是说。同样是铝的25 feet 的房车，如果是木结构的，要比这个铝结构的呢，通常可能要重个将近1000磅。就是说，所以现在的新房车，大部分而且就两三年的房车，基本上都是铝结构的。它为了，因为房车是空间和重量是一个矛盾嘛。越大了，它房车又想大，又不想太重，因为太重了你拉不动嘛，就是这样，铝结构的。所以从结构上讲，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以前的这种老的房车，5年前的房车，几乎里面都是木质结构的，只有5年以内的这种房车才可能是这种铝结构的。所以你要挑选买二手房车的时候，你就注意一点。而且你看比如说我把这个一个图给拿出来，大家可以这个里面的这个travel trailer 和这个 fifth wheel 这两个图，对，凡是这种老一点的房车呢，你大家是不是一棱一棱的，这种一棱一棱的都是木头结构的，木头结构的呢里面放的是普通的保温棉，然后外贴的呢是铝皮。它之所以做成一棱一棱的，是因为那个铝皮很难做平，它完全就是为了掩盖它那个，然后就全做成一棱一棱的横条条竖条条，而且它铝皮是很难做成一整张的。对对对，
所以它其实你要仔细看它，它上面都是有接口的。对。在这个这种一棱一棱的就房车里面肯定都是是结构的。但是这个木它的房车呢，就是说同样重量，它的空间肯定比铝的要小。小要是他们的空间，它一定比铝的要重很多。另外一点呢，其实它这是它的缺点了，但它也有一点点好处。有一点点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维修，很好维修。里面是木质结构和铝皮，比如说你哪个地方碰破了、撞了什么之类的，你可以一块拿下来，里面换了以后再包起来。那么现在的这种新房车，已经三年的新房车，基本上我们说基本上都是这个铝里面是铝，然后是用胶合的那种泡沫保温，外面又是胶合板，它是整体的。这个房车大家都是由六个面组成的，都是底、顶、前后左右。它的现在的新房车呢，就前后左右这个板呢，完全是整的，是这种那种压缩板压出来的，里面是铝支撑。它的好处呢，就是就是最外面呢，你可以看到有很光亮啊什么之类的，像我们在你那房车也是，你知道外面是 fiberglass。对。就是压流线夹弄上了，外面是 fiberglass 叫什么？叫玻璃钢。其实它并不是钢了，就是一层 fiberglass， 有很多店是用那样做的。它就是很结实，又那个保温性能又好，透气性就是叫做抗太阳晒的能力。也强，各方它又能做成各种流线型，所以就很好。但是它的不好的，所以你买二手房车的也注意买这样的，它最怕的是漏水，因为它这四个侧面都是一整块，一面就是一整块，如果一个地方一漏水，里面一开裂了以后，你没法修理。你就要把这一整块全扔了，叫全程的，全部拿命，那个房车很可能就毁了。它不像那个老的那个木质杆的，你可以打开自己修理修理还可以，就是它基本上没什么可修的。是，你要么就是直接拉车公司让它整个换一面，就等于你的损伤就很大。反正是各有缺点了，就是这样。那么其实买房车，我告诉大家。我要是我的话，就你稍微懂一点的话，我建议你买二手房车。原因是那为什么买二手房？当然是因为便宜啊，就是这样。那肯定是为了便宜。他的一个现在在房车这个领域里面，有很多那个房车人不会告诉你，大概是这个他的一个折旧率啊，大概是这样的。就说一个房车第一年大概要折旧掉20%。大哥，我们这里讲的是我们和 trailer 都trailer 都是都包括在里面，对，第一年是20%折旧，对，他说要是20%，就最高到20%， okay, okay, okay. 就是你原价，比如说你5万块钱的房车驾驶，那么在第二年你就能只是4万块钱，第三年呢，第二年呢又是20%，所以你买房车你最好买第三年的房车。从第三年开始，那个概率是怎么算的呢？每一个季度加一，季度折一个点啊，一个点，对对，每一个季度折一个点。当然你不会这么清楚几个季度了。比如说你是2年半的房车，比如说2年半的房车，也就是到了42%，差不多。第一年20%，第二年30%，第三半年是2%。因为它一个季度一嘛，就是这样。然后到了10年以上的房车呢，就基本上就不值钱了，因为到第10年又黑它一个10%。也就算你想想，前面那8年已经32%的点，你已经前面它是2%，就是70%，再加黑它一个10%，那就是82%没了。对。
就是只剩十几了，最后那折旧，比如说你5万块钱的房车，你10年以后也就卖个5000块钱吧，4000块钱、5000块钱。嗯。所以如果你能买到，当然你不要被骗了，不要房车如果漏了雨，因为房车最怕的是漏雨，其他的都好修理，就是雨了，然后那个胶合板呢要开裂了，你没法修，是最讨厌的。除此以外呢，其他的哪儿破一点哪儿坏一点还算好，还算能。所以你最佳的状态是你买到一个第三年，就是过了2年第三年的车，因为你最经济划算，它已经损失掉40了，然后你再用个3年你再把它卖了，等于你就没什么折旧，那在你用的这个期间折旧最短最短的，这样的情况是最好的一种，最好的一种结局了。但是你一定要会请一个，要买二手房车还是稍微请一个人那个给你检查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讲一下，比如说因为最怕各个角上漏雨了，其实很少漏雨，但是也有漏的，这就是我认为。当然你买新房车呢，有新房车的好处，它有全部的保险，有这个包括这个房车的保险值不值，我现在一直认为它还是，因为它通常新房车有1年的 bumper warranty， 就全部，这一年是值得的，而且这个房车也基本上坏，但是第二年你要不要再买？我有很多你要房车的话呢，保险那个房车公司会推销让你买这个 extended warranty， 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因为那个过了以后呢，只要是大的问题，小包括新房车都有小的问题，比如说我那个房车我拉，因为我是相对有经验了，因为你在那儿你没有实际的去看呀，如在我拉回去了以后，加上水加上电一切的，第二天见漏水，那怎么办呢？你说我因为这点我不能拉的回去，你知道你离那个房车的地儿又那么远，你再拉回去一看漏水，我就知道它哪儿没拧紧，其实我把那个螺丝钉拧下来，其实它因为它这个房车啊不像汽车呢都是机器人做的，手工的，它全是手工，你知道吗？房车是全手工，全手工。嗯，其实它就是那个我的那个那天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就是我的那个水热水器不是有一个管子嘛，它有几个进管出管子，它不是有个拧的拧紧的嘛，它就是没拧紧，它那个人星星的房子它就没把它拧紧，是，然后它就一点点把它漏水，对，一直到它那个地方漏水，我打开一看把它拧一下就行了，是，就没事儿。这个很有意思，就前两天我们有一个朋友去到一个营地，然后他本来是订了2个晚上，结果一个晚上就回来，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出租我的那个房车他漏雨，后来就问到，因为是我们介绍给这个房车公司的，我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其实根本不是大门工人去查了，是他的雨槽的位置偏了，那么一调就回来了啊，对，是啊，但是这很一个人体验，是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在私人营地有时候就是调侃嘛，说你的这个照看是哪天生产的啊，因为星期一和星期五的质量是最不好的很多都是，其实里面的东西都简单，但是他因为他这个手工嘛，都是就会标准不一样。你像我那个，我因为我知道，我就拧一下就行了，你就不用拉回去。你多麻烦！你想你拖一个车，可能30公里，你还得拖到那儿，他就是松了，他给你拧一下，你又跑回去了。你说他是给你保修，他肯定给你保了，但是你又花了多长时间你去弄它？是的，是的，就属于这样。所以作为一个 handy 多重要啊！对对。我看看我们现在是，那个我在是时间快到了，还可以9:01。因为刚才有一个朋友问我那个为什么我选择了这款房车，对，另外的原因就是它保温性能比较好。我们刚不用你是这个新房车也好，旧房车也好，我刚才讲了结构，结构呢就是两种木头的和这个什么和这个铝，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保温，
保温呢，就是过去的基本上都是里面塞的保温棉，就像我们盖房子那个保温棉。其实那个保温棉有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如果漏雨的话，它会缩下来。对，一缩下来，实际上你在那保温了，你千万不能让那个东西漏雨。那么现在的呢，好一点的房车基本上都不用那保温棉了，都是用泡沫，就是泡沫直接压在了里面的，就是你不可能移动这个东西。所以它的保温性能呢比较好，我之所以买这款房车，这最大的一个原因是我用这个房车用的时间比较久，包括冬天，不是像多伦多那好几十度了，起码零下比如说5度10度我会用它，我需要保温一点儿。每个房车的保温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实际上那个上面有一个标。叫做 all season insulation 或者 season insulation， 也就是说这个房车是四季可用的房车，还是只有夏可用的房车。我之所以买这个是因为它是四季可用的房车，代表什么呢？代表它的保温性能。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其实我也不是很熟了，我只是以前查过一下，就是说用像我们盖房保温的性能啊，它有一个指标叫 R 多少多少多少，就是说我那房车呢，它的底和顶，它的保温性能呢达到 R14， 这种 R14 其实像多伦多的普通的房子，也就是要求只到 R14，但是我的那个它那个4B 呢，只是达到 R11 也足够了，就是说可以冬天可以用的。我之所以买那个款式，我需要买第一个。我需要个这个24，就是这个冬天，因为我要当时我准备在温哥华那边过冬天，对，因为它虽然不像多伦多这么冷，但它也会晚个7-8度10来度，我需要用它。另外一个我需要考虑就是它的结构是不是适合我。另外一个大家需要考虑保温性能以外，就是它的 food plan。是最重要的，就是说里面它是怎么样一个结构，你是不是合适。其实对我现在的那款房车，对两人来说稍微有点大，之所以我买了那么大，是因为我们两人喜欢朋友去，你知道吗？对对，好客啊。对，所以我就买了，除了我们睡的床里面，后面还又有两个上下床，还有客人呢在那可以住，主要是这样。所以我介绍的第二点重啊，就是保温性能。所以任何一个房车，你要去看它是不是符合，从结构大的方面来讲，第一个有什么样的结构，你能够大致猜出来这个房车值多少钱。第二，它的保温性能的指标是多少，你也知道它，因为它越保温它越厚嘛，它的成本就越贵，价格就越高。第三个呢才是内饰，就是我倒觉得差不太多了。如果你要选择这一档的，比如说你的冰箱是哪个牌子的，因为它几个牌子提供的，你的电视是哪个牌子，是 TCL 的还是 Samsung， 那就差那么一点点了。就是基本上它每其实所有的这个房车，包括冰箱啊电视啊，它都是那些内饰炉子啊什么的，都是几个专门做的，每一个房车公司都用的是这几家的。所以你要坏了什么，你要会修这个的冰箱，你也会修那个，就是一样的了。中国的国产化很高，就我们的那个电器里头啊，对对，像我们一般的几万块钱可能没有那么高端的那个电器啊，但是也没有，我看电器和电视和微波炉会有不同是吗？不是，有国产的，有国产国内的。我的冰箱是海信的。哦，你的冰箱海信的。对对，我的冰箱是另一种，叫什么？就是在这一面这一类箱全部是那边叫 okay， 对，很有。冰箱是 domestic， 就是那种。啊，对对对对对 ，domestic 对对对，好玩的，好像各个那个房车。我是两个冰箱吗？咱们家都是在里头是在大冰箱，外侧那小冰箱是海信的。哦。我一开门我就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我还没在那边那个什么冰箱，你用不是现在是冰啤酒又冰那个，但是我没有注意它是什么牌子，对，没有关系了。嗯。好的，大概房车的选择呢，也就
这些情况，大家可以想一想，看看需要什么样的房子合你。对对，好，刚才因为大哥谈到了是这个 towing 的 vehicle， 就是咱们拖车，我今天也是临时联系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一个妈妈，她之前是在多伦多一个非常资深的福特汽车销售代表，她今天因为晚上工作忙，所以她就不能够到会，但是呢她也非常热情的就是说跟大家讲，就是大家有在买这个皮卡吧 pickup truck 呀，或者是说 SUV 这方面拖车的时候，可以跟他来联系。我也把他的微信号呢提供给大家。另外他的那个这个 office 的地点在470 Shepherd 那个地方。然后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跟他约那个前五个去到他那里咨询的呢，他留了五个小礼品啊，这里头也是跟大家去提醒一下。OK， 好。那么下面大哥这个时间也过得很快啊，您也很辛苦了 啊。那下面您再加把劲啊，还有一些问题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聊天，是不是有对，看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头大家还有什么提议。好，我们捋着过来看。是刚才有个叫 L 的朋友们说第一张第二张的图片包括郭先生的网站没有记下来，能不能再发下 ？OK， 不知道您问的是哪一个第一张和第二张，就是前两代的对吧 ？OK， 没问题。这个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全程啊都是由凌宇国际心理中心 Jessica 帮我们录下视频，然后呢我们在这两天过剪辑之后就会上传到网站上。那么那个我相信这个 L 呢肯定也是点击了我们的这个 Zoom 的这个链接进来的，因为在那个通知里有放这个Peter 大哥的这个网站，其实是 www.rving51.com 啊就可以。好，另外一个就是 Annie 他问到了佛州 Florida 之后还是用房车在室内旅行是否太不方便，那么但不知道是什么房什么房车的是可能你不知道，我是拖的这个我的 trailer 过去的，对，就是这种我拖过去了以后，我的崔老就一直在房车营地里面，对，然后我就开着车到处玩，对对，开着我自己的皮卡，我当时还不是皮卡，当时是一个 SUV， 是，所以就开着到处玩。是的，我发现这个 Robin 一直在很耐心的帮助朋友们回答问题啊，所以几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让我们再往下去看。多伦多房车展是什么时间？有没有具体的地址？回头我们会发两个房车群里去。今年的房车展还不知道能不能开，就是说2020年的已经开完了。就是冬天的时候已经开过了。现在通常对，就是今年三月初他们会搞。对，是在 Mississauga 那个，对啊 ，National 那个，对，这样。他一般十月份，还会十一月份还有一个，对对 对，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今年的情况。对，还有户外展什么的，但是我的建议对您来讲是说，如果您对房车很感兴趣的话，不妨去跑几家 dealer 店，对他们的那个就是销售代表呢，也会给您比较详细的去解答问题的。今天通过 Peter 大哥给我们的讲解之后，或许您内心当中已经对您要租车、要买什么房车有一定的一个预期，那就不妨去看一下这些比较这个房车的 dealer 店去看一看，也当是一个房车展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你去 KO 看一下，也不能让你，但是很遗憾是不能让你进去的，对，人家都不能让你进去。对对，然后我们呢 CCA 每年我们都搞房车露营的活动，我们会到 National Park， 我们在 Scarborough 和 Pickering 之间有一个这个红河谷的国家公园，我们把我车拉到那里去，我们租一个 group camping site， 然后朋友们一起 camping， 会到我们的房车里头去参观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还是以前都在做，今年有一些困难啊，请大家谅解，但是我相信现在因为销售商已经都早都开门了，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去看的。User 对所有人讲说 Barrel， 您提到对的，是的，对，啊，对对对，这家人似乎应该是Pilot， 没错，
他就 pilot 是我们拼错了，抱歉，应该是 PILOT，然后 slash 对 flyjet 对对对，好的，就在安省就有这加油站，但在加拿大少一些，很多少一些，对。好，问题也不是那么太多。另外最后一个朋友是说，那自带车头的 RV 容易开吗？其实容易开，自带车，你如比如说 Class B 的那不要说了，那 Class B 肯定是很容易的。Class 呢，如果很多人其实这边自己搬家啊，什么租过那个 U 号的那个差不多，对，你会开就没什么问题了。Class A 的哦，另外我记得好像有个人问需要这面需要 license 什么的，就说这面你开所有的这些房车 A Class B Class C 都不需要特殊的 license。嗯，是的，但是其实就是说，如果您要是想，刚才皮尔达哥讲了，就是在你购买之前一定要去验过。啊，对，当时我们好像就有点那么不知死，就上来就买了哈。为什么也是一个想啊，就是因为四年前呢，我父亲在多伦多，我们很希望能够带他出去求。那我们也是在很晚的时间才开始咨询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发现，那时候房车真的是不好定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家虽然有两个孩子，但这个孩子个头都比我们高，所以呢，那么有很多房车呢，它后面有一个 bunk bed 上下，那个很多床都是非常窄小的，给那个小朋友住的。那我家两个孩子是不合适的。那么就是我们在一家房车公司呢去看房车的时候，有一款车，我们当时买的是 Forest River 哈，就是森林河这一款2016款的 Vibe 的那一款。它的好处有两个，在我看，一个是说它这个孩子的后面的那个就是上下床，跟 Peter 大哥新买的这辆车是一样，它的这个上下床其实是一个 double size 的那个 bed， 对吧？是大人都可以在里床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个 trailer 里头它都有一个。规模还 OK 的一个洗手间，也带淋浴房。对啊，那么在这个他选的这款车当中呢，它是一个淋浴房和厕所，这个门呢是开到这个房车的里头。那么好处是在于，就比如大家都在一起玩啊、说笑啊什么，就是有人想上厕所，不需要从房车的主门进去干扰房车内部的人的正常生活，是吧？那你就从另一侧上车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刚才大哥也讲，就是说大家考虑房车也是不是还要再有上保险，有些人是真不上保险，我们家是每年都上保险。 是这样，其实那个拖拉式房车呢，我觉得没必要上保险。这原因呢，你行驶的这种保险是你前车带的，本身就有的，那个保险只管你什么呢，只管你这个，比如说这个房车被人偷了，对，或者是着火了，这个房车，你是可以找他去要保险，是，因为这种概率太无所谓了。你上其实也很便宜，一年大概就100块钱，两百块钱大概就这样，只是可以忽略不计。我觉得那个都是，对，我就一直就没上它。后来我是第一年买了，后来啊，你就保这个，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怕开出去路上出是什么呢？对对。后来现在才弄明，就是这种路上如果有保险，全是这边的规定是这个保险是你前车本身就覆盖了，如果他允许你拖，就是覆盖了。就是覆盖了的。对 ，OK。Trailer 不需要单独的买这个保险，他只是买的财产险。嗯，我发现我看我们那个 story 就放在那儿，从来也没人。是的，是的。但是那个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个车，在咱们群里头分享他的经验，他就是买了那个大陆救援，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买的很值，因为他开车开的，我相信这个朋友也是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又开到沟里头去，那个车整个啪就陷在那里了，对。当然这个。包括这个救援，反正是我觉得是可能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因为各个这种大的这种房车主都通通的在推销这个东西。对对对，但是买个安心吧，啊，对，也看个人的这个。对，没关系，因为实际上没多少钱，我看了那个不三那个好像也就100来块钱一年，什么之类的。好，那么好，朋友们，在线的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再大哥，我们再翻回去看我们。你刚一开始的有一些问题给到，刚才有朋友说我们第一张 slide 和第二张 slide 他没有看清，我们再看一下。
哦，这是皮尔大哥的他的那个 YouTube 那个无忧房车型，欢迎朋友们啊去点击订阅和分享。我现在经常上 YouTube 的这个词儿用的就特别好。还有一个，今天我就是看到三个小时之前，我今天来之前三个小时之前，那个翟晨姐姐啊，这个皮尔大哥的老伴儿，专门呢把这个我们两家都是把这个房车在了 King City 的那个 storage 的地方，还是挺方便的，价格也还很合理。我们每一次去之前只要看好时间啊，都不会有什么差错。那么星期天如果回把车放回去的时候，我们在门外把它卸下就可以了。星期就其实他有那个什么，比如说你要星期天想去提车，对他给你拉出来，对他给你拉出来，但是你一定要星期五给他打电话，打好招呼才可以。对，打好招呼才可以。这次我们就是，我觉得那天就跟大哥讲，我说，哎，吃一堑长一智。以前我们再看到这种情况，这是不是 long weekend？ 这种不是问题。对啊，对啊，对啊。好，那么大哥，我们再快速的看一下，还有朋友们的电，就是问题我们没有覆盖哈。我们就是因为好不容易呢，今天大哥提前来跟我们回答问题。我看基本上都哦，就有四，好像你说四啊 ，OK 啊，我觉得你要是到来这面的话，要就两个人，你就选 B 型的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如果你是特像您这样那么好客的，还是 C 吧。因为他两个人旅游从，从我估计这是国内的，okay. 两个人旅游美国和加拿大，每次都有。啊、okay. ，我觉得你就另外一个，我提醒大家一下，尤其是在美国那边，就是住营地的时候呢。因为我看到他写的要到各大城市，是啊，你尽稍微选择离这个城市远一点，嗯，因为在美国有很多的房车营地是在城市里面的，城市里面的房车营地通常住的人呢，就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人，你知道，安全性呢就不会很高，嗯。因为他有一些比如说就没有家什么之类的，就买，反正就是比较穷一点的人吧，可能都没有家，就买一个破村了，就停在那儿了，就在那儿当家过了，就是相对安全性呢就低，所以你就即使到那个城市玩，你也要住的选择的房车营离那个城市稍微远一点，嗯，然后你就开车过去玩就好了，这安全就没有任何问题。好的，然后就我们华人最近都很担心这个打砸抢呢成为目标，但我们看还好，在营地里头还都挺蛮友好的。对你，我因为我们在多伦多的很少，但是多伦多的城市里面的房车营地都盖了房子了，都可以各位能走，没有在城市里，对对，所以都是在外围。大哥，初次房车行应该注意什么？我觉得您能不能快点说一下。好的，初次房车我不知道这是指的租房车还是我们现在就假装他已经解决了车的问题啊，不是那个，就是说你要租的房车呢，你就不用管这个安全的问题了，比如说气压足啊，那租房是肯定都给你弄了。注意的问题是，就是我。你弄是租也好，是自己也好，要是第一次，尽量离走的不要太远，没错，不要太远，因为你肯定会落这个东西，落那个东西，就是说你也不要带着，无论你怎么想，你第一次你肯定会有希望去带，是的，是的，而且你会带很多很多没用的东西，嗯，这是肯定。美国人做关于做个房车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说是要 four go， 就是说你一定要走四次，你才能知道你带什么东，该带什么东西。对对对，没错。通常是第一次，你肯定是把你能想到的都带上。带上，是。第二次呢，是会把你第一次忘记了的都带上。第三次是你前两次，你觉得有用的破了、砸了的什么之类的。你再带上，换的带上，换好了。第四次你才知道，是把你不需要的全扔下。没错，说的非常有道理。对，另外一个，稍微给大家提一点，就是第一次出去，就是包括你的杯子呀、盘子呀、碗啊什么的，嗯，都带纸的或者塑料的，嗯，因为它会易碎。对，其他的就买，其他的在营地里面，因为我有一个讲过在营地怎么安置啊，什么之类的，哎，有大家还是到那个 Peter 大哥的网站上去看一下你们。哦，还有公园地没水没电房车怎么办？嗯，
那确实是，没什么办法，无外乎就是几种方式。第一个，你就是用你的，只能用你的水箱的水了。你去以前，像我通常我走路的话，我会打半箱水放在里面，因为我有在路上会上洗手间啊什么会用。那个你可以带上水，你电池里面的电呢、啊，其实你要用空调的照明的话，应该能够你2-3天应该问题不大。实在不行，那你就多带一块电池。多带几桶。我知道人会带那个买的那个习惯桶水大桶的水、很大桶。对，带那么几桶水。嗯、有的人不愿意去营地，那个就在外面那个 go docking 或者 dry camping 那样，就他就带几桶水，也可以，就少节约点用点水吧。另外一种就是你可以买一个太阳能板，装太阳能，去充了。还有一个房子，一个就买一个发电机。那就反正就这么几种方式，还有买一个发电机，但是发电机呢有很多那个营地里面不让用，因为到时候太吵。好的，大概就是这样。房车出游适合带小朋友，太适合了，多大的朋友都比较适合。Okay, 我多少都 OK。我那年去总统山那个 South Dakota， 在那个营地里面遇到一个，我也是隔壁，因为经常就特好玩嘛，就聊天嘛，没事儿。隔壁那两口子呢是，那个小孩儿爬不会走，哎，那老外反正那个也比较什么，他们俩人在那儿怎么那小孩不管，对，那小孩不会走嘛，就他放得远一点，那小孩就咚咚花了好长时间才爬到他们跟前，然后他再把他抱起来，再把他放远了，然后他们俩又嘛干嘛？那小孩再慢慢爬过来，然后他再把他抱走。所以这样我们中国人就是亲爹嘛。啊，对，他那多小都行。对对对。尤其你要到 KOA， 尤其是比如说7-8岁，其实还好多那个玩的地方，就拼命的玩了。就是、对啊，我这次在 KOA 晚上因为下雨嘛，但是我就看他的这个 program。有5点有一个叫做手工的课，快就去了。我说我这个从来没有享受过做手工的课哈，结果到那就是小朋友嘛，对吧？我是唯一的一个啊中年妇女啊，坐在那里头跟他们一起玩手工。对，有很多那是 AOA 的活动呢，很多，尤其给那个小朋友的。对，你要是上，比方退休，你要准备到佛罗里达到哪儿的那面的冬天的那个雪鸟的那个营地。一般是从早上6点钟开始，都是活动，一直到晚上10点，就跟养老院似的。就是每半小时他给你组织活动，每半小时给你组织活动。对，有跳，但是不是跳大马舞了，跳水里的那个，就在游泳池里面蹦，很运动，很好。对，不过今年佛罗里达就先不考虑了，有点安全问题。对，对，但是我们记住了那帮。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有一个朋友问到第5个问题，很多朋友刚才其实以前都有过，我最近接的电话很多，但是我想就是我自己呢这几年房车之前我都会做一个 checklist。就是依照我们每家的不同情况，比如去4个人的 camping 的时候，我会必须要带什么。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一家7口一条狗啊，我们这8口一块去露营，带的东西超级多啊，所以就不妨呢，您就用 Excel 表把咱们每次吃喝住，包括你带的这个睡袋呀，包括你可能还小情调带个花瓶呀，是吧？带上你的咖啡炉呀，尽量像家里头，但是也不要太多。但是前一段时间呢，我想我们一家4口去露营，我就4个人开会，然后我的2个孩子全抱怨我说：“妈妈，你每次拿东西拿太多了，我们也不想吃那么，为什么都是要4菜1汤？”后来我说：“是，那你们想吃什么？”他说：“我们就吃点方便面就可以了，早上煮。”哦，我想是吗？哦，这么简单。结果呢，我们的餐就变成了第一天晚上这个牛肉面啊，就那个汤面就煮面。第二天晚上吃的是炒面，第三天晚上呢我们又吃酸辣粉，反正就是很简单，就是很热闹啊，很热闹，这又很简单，因为在外面不用花很多时间去做饭，这是一点分享。你有个 checklist， 每之前做一个对对，是很好的。其实我们家做，我太太也是有一个这个历史的，每次出去一项画勾。对，您知道我们家7个人出去玩的时候，我是这样子的，负责大家公共东西的，
但是每一个人名字要带什么、啊、我要发给每一个人微信、嗯、这样去提醒，但尽管这样的话也是会落一些东西，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没问题，我们有四次可以对完全熟悉的、就是、熟悉了、这个、对对对。因为刚才说带小孩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录在加拿大国家公园去参加 camping， 我旁边的那个帐篷里头就有一个妈妈还在母乳过程带着小 baby 在那里头，所以我们华人都是说大姐我就真的想去玩，可是我的孩子太小小，哎呀真的是我们华人真的是、啊、对, 对他想法不太一样，对想法华人和老外这方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对对对。好的，行，那我想大哥我们的这个问题对好像基本上都解答了啊，因为刚才讲这个公园营地没水没电，至少还有公厕可以洗澡，这个洗刷牙洗脸对吧，你还有上厕所，这个还是可以，基本上水和蛮宝贵的资源、嗯，另外有的房车里都是有这个 propane 这个煤气罐哈，所有的房车都有，对你就这样、okay. 你这个也需要合理去利用，走之前你要去看这个罐是不是满，然后给它配备好。好的，谢谢那个大哥，我们现在问题已经都、嗯、回答下哦，我又看到有五个人在，我有什么没覆盖到的吗？CCA 的微信群名这样子 ，user 我们微信群没有名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就好了，我的是 Carmen， 加我的微信吧 ，Carmen 220。我们现在第一个大群早都满了，我们现在有第二个群300多人，所以我们有两个到您加为宜了。问您买的是哪款房车 ？Imagine 对，哎，不是 A2。2800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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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朋友您就去到那个网站上去看他的车啊，对，对对对，我那个上面有详细的，包括我那个车的里面的介绍，对，就到那里去看。今天我看翟晨姐姐发的那个视频，你的我家的车还在那儿腾着呢，那天气，对对，天气的事，对对对，好，买新房车一般在房车展上买会比皮低了价格会更好，有的时候 会有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对对对，因为是他是拉回去了，对，因为他就不愿意拉回去了嘛，至少你能便宜个10%。哎，另外我给大家说一下，大概的这个房车，比如说它的 MSRP， 你能够谈下来20%。啊，对对对，大概大概对对，你要谈下来20%呢，就基本上就是就已经非常棒了，对、就可以了。有20%的利润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说要卖房车，有个别的，就是在这个房车展上呢，你再能便宜一些，因为他拉了，他不愿意再拉回去，拉回去他也是成本嘛。但是不能到这个房车展上买，所以你要觉得想在那儿买，你最好第一天房车展先定好，等他车展的时候你拉走。是的，是的。还有问水箱有多大，就是根据每个车的不一样，还是说啊？对，根据每个车的不一样，嗯嗯、水通常应该是有70或者是加仑，有大的，有几十加仑。OK， 它按加仑的每个。好，好，行。哦，这里头 Daryl 跟大家分享说，他们这一次啊，带着萨克斯管还有这个吉他去了班夫玩，多营地的朋友一起来唱歌，围着篝火。还有好多华人，大家非常高兴。对，尤其是班夫那地方，最好是多几家人。对对对，就是很有画面感啊！谢谢跟我们分享，是这样的。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房车游的时候，也是大哥在营地等着我，把手把手去教我们，真的很幸运。大哥这几年对我们协会，还有对我们家的这个助哈，谢谢。这里有朋友已经说了，找机会要跟 Peter 去玩，主要是跟好玩的去玩。嗯，好的，好的，有机会，有机会。好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其他没有，我们赶快切入大家很期待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有奖问答哈。今天的奖品的话呢，可能有些朋友还真的是很期待。收回去了。